永斋桂冠，此环节为攻擂手与上期擂主的终极比拼环节，由评委和大众评审共同投票产生本期擂主。120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 60%， 评委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 40%， 得票比例最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我坐房中，雨泪盈盈啊！妈呀！思想起王永祥啊，我的老公啊！老头子老头子你去世啊正好一年整啊，抛下我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白日里没人陪我说点贴心的话啊，到夜晚我上床来摸哪儿都冷冰冰，虎了吧地做了一个师傅的病，整日里闹心巴拉，差点没把我折腾疯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妈呀！哎呀，要哭啊！王二奶呀，泪汪汪，想老公想的我呀，脸都焦黄。
三天吃不下一碗饭呐、两天喝不下半碗汤，一碗饭来半碗汤啊，瘦的我是前墙都贴了后墙啊，老头子你走一日我就墙上画一道，你走了两日啊不就成双，老头子你一共走了一年整啊，我横三竖四啊画满墙，要不是咱大儿子啊把你都看得紧呐、从了我顺着公路一直到花都谁养啊，节哀顺变嘛，想开一点吧，行吗？行不行？谢谢王一博，谢谢。东皇驾崩，特封潘云秀阴间搬家。陪死啊，为谁
全胜之吓得我浑身抖、哦哦、孩儿他声声唤把我的心儿揪，孩儿他把披头散发捶胸把自己扫、啊、为自己枉为人父活在世上羞，可怜他命丧黄泉无法搭救啊，可怜他魂断他乡红颜葬黄秋，可怜他呀，可怜他人间的美好一点都没享受啊，可怜他一步就把人生之路走到尽头啊，孩儿啊。无情最是帝王家，很早就没品头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品头而明秀，都怪我屠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罗网掏，都怪我鬼迷心窍断送亲骨肉，都怪我飞蛾扑火与儿子村狗拿女儿换官路，不配做爹我不如禽兽，爹爹我拼死拼活舍不得我老丫头啊，孩儿啊，孩子是爹对不起你呀、啊，
有潘夫人口吐鲜血，命丧宫门口啊！潘知府放不得连人走丢，皇亲国戚场梦，富贵荣华莫强求，富贵荣华。我们今天的攻擂选手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来，我们听听四位评委老师他们是怎么样点评这两组选手的。首先佟老师开始吧。我觉得我先说说攻擂。攻擂呢是通辽过来的选手第一次参加，是吧？两人都挺靓丽，服装很现代。但是我刚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你那个王二奶斯夫那点吧，我感觉就是你俩要是双簧那么演，比如说旦角在凳子后边，是吧？你在前面，男演员在前面表演，那个女演员在后边配音，就是两个人双簧式的表演会更好。我再少说，我再说说赵小军和贾磊吧。我一看你们俩，就是我一看单子上就唱的是《黄金梦》。哎呀，就是我的戏你也敢唱，是吧？但是恰恰的你比我唱的好多了，真的。赵小军，今天你撞到枪口上了。你当这个这个主唱，咱们这个佟长江敢唱他的戏的人可能不太多，因为他的嗓特殊高，而且特别亮，啊，可能你也要想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出来你非常成功啊，恭喜你。内蒙来这个选手，你中间选那段戏啊，那个报板西乡官话很成功，我曾经表扬过你们。按照自己的特点，二奶最后这就不行了。今天面对的这个对手啊，这个守擂的是非常成熟的唱将，但是我们都不怕你。好，谢谢韩老师。田老师，小军和贾磊呢，我想他俩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了，但是我觉得贾磊这次比去年进步了。首先是你减肥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吐字上，原来贾磊吐字上有毛病，老卷舌音特别多，今年听着好多了，在舞台上也沉稳了。但是我就是觉得哈，黄金梦能不能有一个再好好的编排一下。如果说你这种交流贴在父亲的肩膀上或者是胳膊上，那种哈眼泪刷刷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更能感染人。好的，谢谢四位评委老师。我想此时此刻，不管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在这样的一个华丽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学生，希望通过我们的舞台，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有更大的进步。这一环节中，评委老师的点评和评委老师的意见只占40%，而现场大众评审他们的支持率会占最终冠军得主的60%。来，首先我们大众评委开始投票。支持攻擂方还是守擂方呢？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给他们投上宝贵的一票吧。来，你们支持的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大声的喊出来！5秒钟倒计时，来，5、4、3、2、1，大众评审投票结束。接下来，我们的四位评委老师，请分别用最精炼的语言告诉我，你们支持的是谁？佟老师。接下来，我们的四位评委老师，请分别用最精炼的语言告诉我，你们支持的是谁？佟老师，擂主。我也没有疑义，擂主。韩老师呢？擂主，擂主。哇，已经赢到了40%的票数了。哎呀，我们的攻擂方今天看来这个命运真的是有一点点让我们很替他担心了。不过没关系，还有60%的大众评审，最终的结果会不会逆转呢？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的到来。好的，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最终的结果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上级擂主赵小军和贾磊在这一环节中一共他们赢得了现场他们最终赢得了68.5%的支持率恭喜他们首擂成功感谢两位攻擂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回头看一下成绩确实这个对手太强大了掌声欢送我们两位来自内蒙的选手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回去继续努力明年的时候希望你们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再见首擂成功有什么感想其实我感谢的也很多的感谢在场所有的观众还有评委老师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高老师首先呢就感谢几位评委然后呢感谢现场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谢谢大家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名师高徒面对前线的潜质选手名师们势必火力全开纷争再起明晚18:30不见不散